相信对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，乾隆一生最喜欢的妃子就是香妃。香妃身上有很多特别神秘的地方，就比如说她有一种很特殊的气味，能招引蝴蝶，样子特别漂亮，有浓浓的异国风情，深受乾隆的喜爱。但是香妃心里早有其他人，乾隆不管付出多大努力都没有办法改变她的想法，这可以说是让乾隆心痛一生的事情。到最后香妃病死，乾隆命其厚葬，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，很多人都感到特别的好奇，乾隆最爱的香妃有多美呢？专家挖开陵墓还原容貌后惊呆众人，让我们快点来看看吧。据了解，在多年前，考古专家无意间发现了香妃的陵墓，人们为了知道这个香妃到底有多美，就用最先进的技术对她的容貌进行了复原。从视频中我们能看到，她的眼睛和鼻子都是特别高挑的，有浓浓的异国气息，她将所有的头发全部盘起，能将整个面容全部露出来。不得不说，她真的特别的美丽漂亮，虽然她没有穿戴过多的金银首饰，但人们还是能够看出她的美貌。很多网友看到之后都觉得她特别漂亮，如果她来到现代的话，绝对是一顶一的大美女，绝对会受到很多人的追捧，就算是进娱乐圈当一名演员也没有任何的问题。亲爱的小伙伴们，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？她的原貌有没有让你感到特别吃惊呢？